喂，你好。我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听，你怎么能听不出你儿子的声音呢？天哪！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很厉害的一个军人了。军人？真的假的？那必须，你问，你问教官，你问我厉不厉害。我是黄子韬的班长。你好你好你好啊。黄子韬在这边表现非常好，特别勇敢。确实高难度的一些东西不要乱做，注意安全啊。不是，那你说我在部队里不做高难度的我能做什么？行了，你没事，早点休息吧，我明天就。哎，等一会儿。没时间了，怎么等呀？我回去给你打啊！拜拜。他把笑声跟他好像啊。